I would say I was very lost last Worlds, and I was losing a lot of confidence, and I didn't know how I wanted to play the game. As GAM stay alive here at Worlds, they'll send the North American third seed home. This Worlds, I was very confident going in. I think I can actually see myself knowing how to carry a game and knowing what I'm going to do. Yon's ready to go with a killer instinct. She's on over the wall. Yon goes gone. This kid will not lose. Bản thân em thì từ trước đến giờ, khoảng khắc từ thời điểm mà những lúc mà năm về các năm về trước thì bản thân em cũng như cả đội lúc nào cũng sẽ mong muốn là khu vực của mình sẽ vươn lên top 8. Đó được coi là một kỳ tích đối với tuyển hữu cũng như là đối với các khán giả ở khu vực VCS. Có thể nói thì đây là một kỳ tuyển quốc giới mà em tự tin nhất để mà có thể nói rằng là em bọt bản thân em chứ được cả team sẽ đạt được top 8. I am proud to be a part of my team. I think this time around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last world. I'm very confident in playing against them. I'm excited for our rematch. Mình chỉ muốn nói bất kỳ đối thủ nào gặp GAM thì bọn mình cũng sẽ chuẩn bị tinh thần và chiến đấu hết mình để mà hội chiến thắng. Team và mình sẽ cố gắng hết mình cũng như là để nỗ lực hết mình để mà có thể mang một cái vinh quang gì đó về cho VCS của mình. 1, 2, 3, go! GAM, let's go again.来看一下蓝方 T L 事先按掉雅宁。龙女以及夜曲，哇，是在蓝方自己崩掉了雅宁。OK， 然后手抢了欧罗拉，或是拿辅助吧，这里一定要拿辅助吧，这里不会拿上路，这里拿上路有点太看不懂，这 BP 有点太怪了，我觉得对，而且他欧罗拉八成要走上，是，对，但右边就有一个阿里菲艾的机会了，最后是选择了球女，哇，这 BP 右边已经赢了，右边赢了吗？这 BP 右边已经赢了，左边怎么打不知道。这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啊？你双射手右边有布朗姆跟贾克斯啊？对，这个、反击风暴跟雄心之盾啊。看一下 TL 怎么来做处理哦。哦 ，Impact 其实是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先被挂到印记，但后面没有伤害。哎呦，好团结啊！这是什么 ？Levi 大哥吃野，没有任何人可以过来骚扰他，没有人可以阻止。这我大哥呢，稍微快了一点哦。但下路有人被骑到，贾克斯虽然说举起了自己的反击风暴，但其血量已经掉了很多。没事，其实有个方法是死在塔下没关系 ，TP 回来就能怨你一次，不一定能怨你第二次，我觉得是可以的。但 Kiaya 有没有办法来防守？现在还是一等反击风暴，甚至连举的机会都没有。有举到，而且是来到了两等，但后面的塔上还是太硬要。可以，成功的做到了一波交换这一招。但 Kiaya 又上去换了一套，哇，样其实也被打了半血。可以越，真可以越。悲哀也来到了这里，举 Q 下路线有没有打算举了一发 Q 被对方闪现，这 Q 闪其实一点费用，但没有关系，无所谓，还是可以成功的越掉 Jen。不过 TL 的成员位置都有被掌握住，看到打野不在，又上去凶了一套 Kiaya， 很凶，六等打五等。但上路有人打起来了，两边的镜头同时在碰撞，但 Alio 好像要被留住了。这个换没有换掉 APA，最后一个火箭跳跃走掉了。那下路看一下怎么说 ，Kiaya 这个位置已经有点危险，被点出了三环，但一个反击风暴好险，没有被打出三环哦，所以 Impact 最终也没有倒下。这一波的塔杀对于 TL 来说是大获全胜。哦，在远方那个大冰剑 ，Amazing， 这什么啊？你开了吗？化裁。哦，被点出了强攻，很痛，半血。又骑上去 ，Kiaya 这次晕，虽然说没有晕到，但开启了大绝武器宗师。敲了一下。不死之握，但后面有一个 Umpty 的茂凯来了，想要一打二。不过欧罗拉也是比较安全一点哦，就是躲在一个想偷，但有点危险。有了 QR 硬举，也是把对方给举到，虽然说有一个大绝，但来不及回到另一边，回到的是温泉。大绝还差一点点，没有想法，这波没大的。但控制区留到，骑也有骑到，另一边的榜也是跟上了，不过 Impact 伤害其实是跟不太到的，所以只有控制没有伤害。是
是的，比较安全。对，手长，然后真的遇到被 gank 也比较有逃脱的空间。然后李白又来，又被控住。草丛里怎么有匹马？那应该是稍微掩护一下。那水一杀很高，六等的寇绝绝，大绝还没有按出来，甩出一些一个玉铁之术。哦，拿了一个护盾以后，但还想要再留。哎，球女来了，有机会。闪现有吗？有，走位。没有，都是先锤上去 ，APA 卷下有呀有哎，一个闪现，阿闪，我刚刚有猜到哎，这算阿闪吗？算，顶级配合，我刚刚有猜到他们要这样玩的，不过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先看看刚刚这波，只能说李白强啊，李白先看到的嘛，不愧是人类最强，看到就是一顿痛扁。这里他以为伤害能秒，直接 all in， 差一点，但我觉得他这里后续玩得好。这一个先一个围走位，然后是先锤小炮，对，他其实没有想要先 all in 扣绝绝哦，哇，但这个阿闪非常漂亮哦，不过后面 emo 想要闪现收头是被重击给中掉了。 OK， 先不要跳，他把这英雄联盟他是玩得明明白白啊，是 OK， 那稍微摇一下头，哎，大绝又直接锁下去，但这一次伤害够吗？没看懂，好像就是把对方给逼走。这波没看懂，上去就是一套。哎，一梦，这次很稳，还有一个远方的大兵舰，赶来做支援。哎，是啥？而且射的是一个塔杀的位置哦，所以如果刚下路皮亚亚再上去换一套 APA， 原地往前跳，想要留人。是啥？这我是没看懂，带一个双剑合一哦，伊佩克斯只能拿来做绕跑，因为伊蒙也到了伏笔啊，飞艾没大、啊，飞艾上一波又差一点点留不住，对，再比个赞，有受到一个。那这边好，预示者叫出来，有撞到一头中塔，杰克是没 TP 呢，哎，但是在30秒前 ，Amt 跟 APA 来了，由大绝先拍。雅雅看到的同时，哦，先躲进草丛，卡一下视野。啊，那现在飞还可以去反一下对方的石像。哎，后面有一个人。没有哦，没有哦，不能哦。又是举上去，这贾克斯有兄弟的哦。哎，他两个是好像会到，哦，不过 Levi 先举，然后后面看到 Amt， 对对，手套伤害有一点高，伊贝克有点顶不住了，单杀快要单杀了 Levi，好猛啊！再一拳重拳出击，超新拳头，好强！他顶着对面两个人，把对面给 A 了， A， 然后 APA 也被艾希给黏住。哈，两件装，当然可以啊。那 Kiaya 再上去流到也是流作空气，而且被卷回来了。球女，现在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真正的太平洋王者卷。明年就是这个赛区大哥，我再一个单杀 Kiaya， 只能往后走，怎么办？要见面就是一顿，要不欧若拉上去给他唱首歌吧，看他会不会放过你。哎，李白锤上去之后发现没有人，虽然说打了一个球火 A 六，冰剑选择反开，冰剑也有命中，不太妙。死下被动也打出来，哎，这个好卷扣一滴没死，卷到还不错的效果。但欧若拉此时进场反而是扣到对方两个人拿到了 shut down。等下贾克斯来了，哎，贾克斯有说法吗？还在前面先处理掉 Impact， 但是 Levi 血量已经见底，完了，这一波二打四是打不了，因为前面已经没有队友狙，只能打一两个，打不了十个啊，太多人啦，太多人了，刚刚这一波被围起来打啦，打不了啊。哎，铁龙还想要直觉进攻，扩狙狙再留，但伤害在哪里 ？APA 还很远，没事，都吃不快，一个蓝罩10000已经发现，啊，飞艾也是来得及。哦，不过球女位置其实有一点远，所以如果开团的话是会少一个人的。冒开，这先压了自己的大绝，这是真想不开哎，凭什么知道？是一二三四再来一次，但是有阴极长空，这一次又发现了，完了，一样1万滴，12000，再发射一个，再开一个，要吃掉，5000好像来得及 ，TP 这个时候才掉下来，好像来不及了，1200可以，先拿到了巴龙，不过有没有办法留住人？团如果能够打也没问题，先举一个 Q 三有中，秒了。已经秒掉了 APA， 后续的成员现在才敢过来。大难临头各自飞啦，茂凯已经躲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撤退，但是 Kiaya 先上去留人，晕三个，再绝到了一个人。不过那个已经倒地，而样还在努力的在输出。不过他面前的是一个最肥的贾克斯，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这一波绝
吉田骑车的速度还不错，有小炮在，但是一线多低，吉亚亚已经看到了龙吊，同时选择要开了。贾克斯好像不太对，但位置好像有点趋前，反而是 Leo 不太对，被对方给打退了，所以剧院这一波想要留人，但留不住。不太对，不太对，怪怪的，怪怪的。在进攻，在追，把对方往自己家里赶。哇，这样子打 TL 很有机会，他们两只前排被耗了一半的血量了，现在剩半血。不过 MD 也掉了半血左右，回城想要绑欧罗拉双剑合一，有关注还不错多的人，但是样的这个闪一个大绝，把对方 AD 也先给收掉。虽然说 EMO 在跟 ABN 做对拼，但 Kiaya 没有办法进场，炸死了。最后再一发的普攻，差一点点的伤害，不过有缓速缓到 Q 死了。有没有机会一个奥数月圈的 Q 技能？直接举进去都会赢。哇，好痛 ！A 六半血了。完了，他那边雅雅举起来，冰剑、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再看一下两边位置有点怪，但 A 已经倒了。但欧罗拉伤害也非常高，瑞尔骑进去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因为 Levi 已经冲到对方后排，准备要把对方后排给屠杀干净。Kiaya 再一个闪现，再一个普攻，还有一个反击波举起来，这一波 GN 要是打开了局面，准备要来结束比赛。今天是科学的胜利，有啦，老三没有输的画面嘛？这阵容、这装备，英雄联盟打了十几年了，我会玩不明白吗？你刚不是说有吗？有啊，但。现在看起来卷准备要来拿下是自己的第一场胜利，珠宝装打已经爆炸，珠宝也准备帮我们恭喜卷拿下第一场胜利。